据媒体报道，今年1月份，黄晓明、Angelababy 夫妻离婚。当时曾被称为第一个无所的卓伟，卓伟否认了黄晓明、Angelababy 夫妻离婚，并通过媒体向大家辟谣来源。Angelababy 的生日，因为他身在巴黎工作，而使得一家人没有办法同框。黄晓明只有和孩子小海绵一起画他的图像，邮寄相思祝福。而 Angelababy 最先感谢的竟然是粉丝，网上流言四起，离婚风波也是愈刮愈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